米娅，你这个从第一个初赛拉这个赛马，再到现在一直还是拉赛马，可是你这一次的赛马比初赛和复赛又进步了，进步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你的马叫声，这个据说是你自己独创的，是这个曲子呢本身是二胡的一个曲子，是来自于二胡的这个赛马，把它改成小提琴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二胡它是两根弦，它的这个 bow 是可以上下这样左右，就是前后这样带的，所以它可以拉得很快很快。小提琴呢，这个 bow 是放在上面的，所以它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再加上你的这个左手的这个把位的高把位的这种来回的这种上下把位的这个切换，其实是比较难的，就是在要就是。作为技巧来讲的话，也是你看 bow 吧，也有很多更就是说更多的一个技巧，比如说他的跳弓，他要真的跳起来，又不能跳得太高，因为他速度特别快，跳得太高就bumping。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次呢，比复赛呢又有进步，可能今天还是有一点紧张是吧？嗯，我看得出来，好像那个身体的这个摆动和那什么还是有一点紧张。不过没关系，这个美国中文电视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给大家，给所有的孩子们哈，一个这么好的平台，你可以就是说，从你的初赛、复赛，甚至于你有的小朋友没有拿到奖，都是有这种锻炼。而且呢，你是进步很明显，就是从初赛，完了呢，复赛，再到这边，我觉得这个成长过程我们都看到了，非常好。